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狠了。男人名叫段斗，别名昆仑哪吒，初登场自备溜冰鞋。除了想当男主角外，他还想要强势改变编剧的剧情，想自己导演一篇如同阿凡达的大戏。段斗亲自命名阿凡达，不知道更因为开局就抽到了 SSR 加九神兵昆刚剑，因此四处偷袭当家主角团们，不但拳打击忘忧，脚踢傲神州，更厉害的是差点送那个传说中的男人天魔岭盒饭。正当以为自己所向无敌，顺风顺水时，不出意外的就要出意外了，因为连续算计了高人气角色，霹雳高层的脸书瞬间被灌爆。在戏迷的联合抵制下，段导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直接被砍线删除。等待战名曲整档结束后，在人气榜的投票下，段导荣登30名，名次还比只登场5分钟的副橘子低。段导得知这个结果后大声怒吼表示，你们都没电话了，我比你们都没电话了，去以上只是博君一笑，不代表本台立场，请各位大大们切勿介意。那么今天的 KUZO 就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啦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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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